这一次我们征求广大萃友推荐台南在地美食，品尝了美味的蒜头饭，没有店名的隐藏版米糕，台南必吃的顶级牛肉汤，买了一甲子的人气白糖粿，真材实料的天然冰沙，口味独特的黑香肠，在地人强推的鳝鱼意面，只有台南才有的炭火烤卤味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台南吃透透吧 ，Let's go！好，飞的狗，好，来开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老板，我是板娘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南吃美食哦。那这次我们就秉持着不懂就问萃，征求各大萃友提供一些台南在地的美食清单。那就让我们跟着这些萃友一起在台南吃透透吧，走吧。台南 ，Let's go！ 啊，好热啊！我们现在吃什么？我们现在吃那个阿西斯木鱼。你说前面那个转角？没错，阿西斯啦。加，我们入座了，就是一个小摊位，啊，位置有点窄，所以要后位一下。嗯，啊，我们刚刚上桌这个是网友推荐的蒜头饭，真的很香，有一股浓浓的蒜酥香气，然后它伴着类似这种蒜油的味道。怎样？好吃到说不出话来哦！是，而且这个饭粒粒分明的，不是便宜的饭的味道哦。但它这个蒜酥，哦，所以上面那黄色是蒜酥哦。嗯，蒜酥，然后有蒜油的香气。哦，这个我很推，这个真的好吃，好吃，老板吃一口。哎呀，哇，好蒜哦！是不是蒜翻了？然后再来这个。他们家的招牌，对，吃墨鱼肚，我觉得它是有点半油炸去煎的，超级酥脆。台南就是吃墨鱼的故乡啊，真的，你在产地耶，挺单身哎。但我觉得它有点偏小块，但我觉得还不错，真的。嗯，台南口味，嗯，超级赞。有点没外多，是墨鱼汤哦，鱼皮哦，鱼皮汤，嗯，应该鱼皮蛮大块的，其实大块的鱼皮耶，超清甜的，真的，嗯，我看看没有什么鱼味，我看看，嗯，哦，好新鲜哦，很新鲜，哪里喝过汤？欸，是不是很甜？对啊。很好喝耶，对啊，欸，真的很新鲜耶，然后青菜我相信就是中规中矩的，对，但我觉得整体来讲还不错，而且这样子算蛮高 CP 的，多少钱？200块而已，哦，对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欸，这碗饭大推，朋友们推荐的，对，而且今天是早上哦，早上可以吃那么丰富哦，台南很幸福耶，早餐可以吃那么好，赞赞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吃什么呢？吃米糕啊！来到台南怎么可以不吃米糕呢？吃米糕，哪里有米糕？这里，这是在地人推荐的乌米米糕。啊，来了，对，在地人强推。我们进来等了一阵子，终于上桌了。他们家内用等比较久一点，然后先吃一下他的米糕。我先喝汤来喽。这个米糕的米粒粒分明，然后你吃得出那个肉燥的香气，但是看似有油腻感，但吃起来完全不油。然后我觉得。鱼松很快，很点心哎，它完全可以减掉这个肉燥的油腻感。要不要在地人推荐？嗯，厉害，有一点小小偏甜了，毕竟台南口味。然后再来我点是综合汤，综合汤澎湃，里面有什么肉饺、油条，然后丸子跟鱼皮哦，还有贡丸。这个汤就是很家常那种妈妈咕大鼻的味道，我觉得整体就很重口，肉质，肉饺其实很像那个鱼饺跟燕饺，是面包是那种肉块肉分类的东西。
应该招牌鱼腿。有些人他们就给那个选择障碍的人，不知道喝什么汤，全部都有，都在里面。再来是这个干的鱼皮。那个鱼皮熬的比较薄一点点，然后烫过饭这个酱汁，因为这是高渣皮。我们今天是鱼皮大富翁吗？走到哪都有鱼皮可以吃，感觉人家鱼皮家又有鱼皮可以吃。我觉得真的要说，真的跟家常锅找味小店，只是说它人比较蛮多的，然后它订单也很多，然后但是它室内没有冷气，所以如果你要来吃，我觉得可以斟酌用外带的方式，然后比较好一点，不用等那么久。对，但还蛮推的，三点推荐，真的还会推。好，我们现在吃什么嘞？这个牛肉汤，然后台南怎么可以少了牛肉汤呢？哦，牛家庄牛肉汤是吧？对，我唔对哦。顶级吗？对啊。好。变变什么？哦。牛鞭吗？我没有吃过，可以吃吗？哦，我不敢吃。你不敢吃？你敢吃哦？会，我没有吃过啊。告诉我可不可以吃，还是不要冒险？我不知道。这样，我们的汤上锅了。我们今天点两碗汤，一个是顶级牛肉汤，一个是他们的招牌牛肉牛肉汤。然后依照我的习惯，我会先把顶级肉先捞起来，我怕我吃太慢老掉。先喝一口顶级牛肉汤的味道，淡淡中药香气，然后汤很清甜，很顺口。哦，我一路有种奶香味，吃口它的肉好。就是顶级肉的肉，肉肉感觉比较厚一点。嗯，它那个肉有一种是吃火锅店，然后是双酱牛肉片的味道，带着油花，虽然它的汤喝起来有点奶香味的氛围。牛肉，顶级牛肉，吃起来很像那个我们吃火锅店的双酱牛肉，对。久久没吃，真的觉得很好吃了。超级有味，喝一口那个顶级的汤，有个卤香味。看它罗派的哦，淡淡药膳派。药膳派啊？嗯，但它不是浓厚药膳味的。嗯，就蛮好喝。好喝哎。对。再来喝这个招牌，它是加蛋花、土鸡蛋。有人说就是加这个蛋有加分的效果。嗯，这两碗汤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废话，它就加肉也不一样，还要加蛋，也是好喝哎。好吧，完全不一样的味道，你自己喝。那个蛋香有点加分，这个味道就比较复杂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加的东西比较多一点，比较没有那么清甜了。坦白讲，嗯，肉差很多。就是从那种顶级野肉到凡间的感觉。嗯，这东西就是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所以我刚刚第一碗给他喝这个。他这个比较营养啊，有加蛋的。但我觉得两碗都好喝，就看你预算到哪里，当然还是有加茶。对啊，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清甜一点的。高级哦。他这个有点复杂。嗯。然后他们家的芥蘭炒牛肉，就是去每一家我都会点那芥蘭炒牛肉，每一家的炒法都不太一样。所以大家可以选芥蓝炒牛肉，还是你要沙茶芥蓝炒牛肉？这肉，它这个肉油花比较没有这么多，但我觉得它的肉的分量很多，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到那个菜跟肉的比例，肉的比例算蛮多的。我觉得这款是比较家常炒的方式。那如果说有些人会怕牛肉味，可是不喜欢芥蓝的色味，建议可以点沙茶去炒，会比较重味道。那我还蛮喜欢这种清爽的味道，加糖炒的方式可以吃出芥蓝的味道。然后我朋友加一碗白饭，对，听说很多
在地台南的就是一碗白饭一碗汤就是一顿了。没错，就是每个人吃法都不一样啊，我喜欢分开吃。对啊，你要摄取在膳食纤维的话就加一点那个芥蓝炒牛肉。嗯，不错。啊、然后这边还有一款很特殊的东西叫棒棒牛肉汤，我们不敢点啊，怕我们不敢吃。张大姐有推荐，还有吃过的人可以介绍分享给我们一下口感是什么。对，但这些牛肉汤我觉得它环境算干净，然后有冷气，用去大推厕所。对，在台南这么热，有个冷气可以吹，真是天堂啊！没错，蛮推荐的这个牛家庄。好、哦，来到台南怎么可以不吃白糖粿嘞？我们现在来到了博华街的林家，吃个白糖粿吧。这个白糖粿外皮相当的酥脆，裹着甜甜的糖粉，真的很下次耶。中间咬起来很软 Q， 有如麻吉的口感，真的好吃啊！香，再来还有什么？芋头饼。就是夹心饼夹芋头泥，但是芋头泥反而不会这么甜、欸，很妙的，不会过甜。但因为它没有沾那个糖粉啊。对啊，它芋头馅也还好，不会过甜。嗯，好。如果比较怕甜的可以吃这个，但我觉得口感都不一样。然后再来是自然带有甜味的番薯碰。番薯碰。嗯。自然番薯甜。它是很像大颗的地瓜球吧？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地瓜球会一直压，压到外面空空的、镂空的，这个是里面有馅料，外面外皮也不一样。哦、但是番薯碰地瓜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嗯，还是蛮好吃的，做扎饼，然后它外面有类似那种比较 Q 的口感，比较那种偶鱼那种地瓜粉 Q 的口感。嗯，我只能说，你就只能趁它刚开摊没有人，赶快来买。对啊，这么热，下午排队，很可怕呢。哎呀，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台南偶尔就会想来吃的店啊。对，但往往因为太多人不想买。对，虽然每次都说很甜，但是久没吃就是会怀念的一家店。没错，他最近好像要搬家了，是要来的时候再注意一下他的新的地址哦。这就是之后林家要搬的新地点，不过10月10号才会开幕哦，大家再留意一下。台南这么热，一定要来上一杯冰沙。我们来到的是最近很夯的冰沙店——药台季节冰沙。讲。我们来买到他们家的招牌芭乐冰沙，他们家其实很单纯，就只有两个品项，芭乐冰沙跟芋头冰沙。然后有新品项是两款茶类，就四个品项而已。对对，但大家大推他们家的芭乐冰沙。嗯，对啊，这边真的很红啊，我们来朝圣一下。单纯，然后他们家比较特别是他们家环保杯是没有给折扣的，但是他帮我装了很多，哦，基本上杯子只到这里而已。来，我们另外一杯、啊、因为只带了个杯子、啊，对，另外忘记带了。其实环保杯也是很划算的、啊，看丢看丢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颜色看起来就很单纯。嗯，芭乐吗？香浓，真的香浓，而且天然的芭乐味，不是香精味。然后喝出来，它也蛮用心，原物料感觉就是单纯，然后算是有品质的味道，不会像我们有时候在中南部喝到一些可能。冰沙的水量、含水量、含冰量太高，不会，这个很浓，芭乐味真的很浓，芭乐口味的，嗯，好喝，热热的来一杯，真的爽啊！对，而且这个我觉得很推，喝完不会很腻的感觉，原物料单纯的味道，嗯，这个可以天然。然后下面一杯是那个芋头冰沙，这个是芋头冰沙，嗯，有点偏芋头牛奶冰沙。芋头味也很浓，哎，这种虾完全不甜腻，我觉得这个是长辈会喜欢的味道，单纯天然不甜腻。晚安跟宜兰的差在哪里哦？它的奶的比例没有这么高，喝起来比较像芋泥，芋泥沙，很绵密，非常的绵密，嗯，喝不到什么沙的口感，但两杯都好喝耶，真的。对啊，大家那么喜欢，哎，就是有一种很天然，然后没有负担的感觉。没错，嗯，而且就是你看它颜色真的很天然。这边，啊，还有芋头的颜色哦。它颜色也不会像有的会调色，调的那种、哦、没有那么紫色啊。嗯，真的很天然的颜色，就是那种本来的那种带点灰灰的感觉。对，这间真的大推，有来台南可以喝看看。好，就在后面啦，喜欢的自己来吧。嗯，钓台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要吃什么？这个。嘉义黑香肠，
们直接买一组大肠包小肠来吃。对，很特别，香肠是黑色的。哦，对，他们家是黑香肠哦，招牌黑香肠，小块买。嗯，这味道偏甜呢。甜哦，嗯，那就是台南style啊。但是黑香肠不会很甜，比较甜一点点，然后肥瘦均匀，你可以咬得到。这个香肠外面那个肠衣很有嚼劲，嗯，蛮特别的，是不是？有个特殊的猪肉香气。那米肠呢？米肠应该就还好了啦。米肠蛮好吃的。米肠蛮好吃的，哦，错怪他了。它看似平凡，但它没有什么花生配料，它很单纯，里面就是炸蒜片而已。但是，哎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就是一个，我三不五时坐在家里吃，就走过来买一份出去吃的感觉。真的是蘸蛋脆油咯。对啊，你继续看看。他已经把那个蒜片放在里面了，你就不用剥大蒜了。他不像外面呢、啊，外面有人会放什么酸菜啦，有的没有酱料。他们家是很单纯，好好吃哦，还蛮好吃的啊。嗯嗯，它看起来真的还好，但吃起来不错，真的。果然，简单就是美味。嗯，它比较可惜是，他应该买那个 Olympi 烤黑人片，但老板娘说那个拉薯跟那不来，没护航。但人家说黑轮片也很推荐、欸啊。对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试试看吧。还不错哦。哎、欸，还是有吃过黑轮片的那个朋友，可以分享一下的口感，让我们知道。嗯。好，这个推推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吃鳝鱼意面啊，品味鳝鱼意面。我们内用做了将近半小时，终于有一个东西上桌了，就是这个生炒花枝。它人真的很多，我不论是内用外带都要等的。它一上桌就闻到这个浓浓的醋香味，真真真真，闻起来很酸，但吃起来是没有什么酸味。花枝很甜耶，甜又脆口。我觉得他们家口味偏清爽，没有到这么的。外面很多会很酸，味道很重，味道会很重。他们家不会，他们家味道真的蛮清爽的，就是那种鳝鱼面才独有的味道。嗯，但该有的货气还在，只是没有这么重口味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再等看看其他东西上桌吧。马上我们的干炒鳝鱼意面上桌了，香哦！这是鸡米油，这是一口面。嗯，这是鸡皮，这个独特的货系味。然后我喜欢吃他们家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像外面都是胡椒，很重很重口味。嗯，这面真的很香。鳝鱼，哇，好 Q 弹哦。酥酥脆脆的，特别好吃哎！嗯，好喜欢，真的跟别家不太一样，每一家每一家特色，但他们家总是比较这种清爽，应该没有这么甜，也没有这么割。有的虽然是干，不是很割，但它是干干爽系的。今天尝嘴巴，嗯，再来大锅炒，一定要点上青菜来吃。大锅炒的菜味道真的特别好，味道很家常，而且大锅炒出来真的很清脆，真的是这一盘40块而已，这个炒的一盘要卖120，这个分量很划算，真的。这种一般家里炒不出来，好不好？嗯。赞，谢谢。家里怎么可以用大锅炒出来？嗯。嗯。然后菜的鲜甜味不错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一碗蛤蜊汤，这个大碗40块而已，比较凶。虽然它蛤蜊有点偏瘦小，但感觉就很实在，蛮多颗的。它这种就是用大锅去煮的，不是那种清汤类的，还是带有那种锅气在。哎，好喝，鲜甜。我只能说这边真的还蛮好吃的，但是就是等有点久。会很好吃，缺点就是等很久。对，但强烈建议外带。嗯，外带应该可以先打电话订吧。对，外带目测嘛，外带速度比较快一点。然后因为你入座要等餐，前面你又要等位置，都在等。嗯，强烈建议外带，但这间真的推。
而且我发现真的都是在意这些人来吃的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很多人穿拖鞋来吃，所以我们两个穿布鞋来配的。对，对啊，对，建议外带会。而且很多都是有年纪的叔叔阿姨，所以这是一间在地的话吃的店。嗯，我们的翠友们不止一位推荐这一间。对啊，谢谢翠友的推荐，感谢。现在要去板娘思思念念的最后一家，就是这间。他说回台北前一定要来吃一下上好烤卤味。看好，我们刚刚已经打电话预定了，现在要去取餐啦。拿到我们烤卤味了，真的要打电话预定。对，至少都要等一个半小时以上。现场点的话，我们大概7:10订的。嗯，然后8:20，对，然后我们后来刚去拿了，几乎都是要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可以取。对，刚刚我们拿餐的时候8:20，下一个被告知是9:40到来拿。嗯，啊，之后还有10:30的哦，都有。对啊，但确实很特别，对，因为它是卤过再去烤，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烤的那种感觉，感觉正合甲。好了，我之前吃过了啦，来，你试试念念，你试试看吧。嗯，欧莱，竹轮。就是卤过再去烤的炭烤香气，啊，真的蛮特别的，我觉得。理解。嗯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啊。嗯，就是卤过再去烤，然后多了一个烤的炭香味啊，腐竹，我蛮喜欢的，就是基本上做的东西，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，其他味道都差不多，因为卤汁就是那样，然后烤的味道就是那样。嗯，但我觉得还不错。我只能说很独特啦，就是我们在台北比较少吃到这种鲜卤。再去烤，再烤，没有看过，完全没看过。其实，我们比较常吃到的是先炸再烤。哦，对。哎呀、啊，嗯，对啊，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。没错，我觉得吃起来就是蛮特别的嘛。我觉得回台南可以试看看，这个还不错。对啊，这就是我们回台北之前，板娘还思思念念，一定要来买一下，再更没错、啊、安心回家的。对，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东西啊，感谢翠友提供的清单，都还不错哎，其实。对啊，而且真的都是在地人才会去吃的。我们看到很多都是穿拖鞋穿什么就来吃了，所以说嗯，在地美食还是要征求翠友改清单。对对对，那什么 Google 都是公共美食。哎呀，希望之后还可以收到翠友很多的美食的推荐。没错，那、啊、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喜欢你们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及开小铃铛哦，啊记得帮安乐推哦。对，好了，我们要带着这满满的卤味边吃边北上啦。对，来，下次见。